这狗个要俘虏。不要吧，都在俺那了，你赶紧。走，你不要，你再说说清，不要也中。走。你都往这门呗，往这儿来能上去啊？啊，我去。哪儿？去比赛了。哪儿？去哪儿比赛？在那儿中招。逮到人中招，中招。这球里翻了也，那个蒙英记者在那儿。上线吧。哟，你中，我听你了。中招有个，小放置器呀。那老板赞助了，一个人多少钱？啊，想过了，蒙英汽车不要帮面，想过了，那谁到咱这儿？你收他们干着，你该咋住咋住，你该咋住咋住，管一顿饭。你收他们干，赢了，第一名3把，第二名2把，第三名是1把，可能是。不要收他们，这么多钱，是个小企业，那不怎么大公司，大公司多的。受他们的干扰。那没有了，哪个没有了？那个花没有了。该我了，该我了，该了。该了。你都来吃庄子多了，你都来吃庄子多了。吃狗都中了。嗯，大个事。你多少不叫狗？吃嘛？不叫说话，你说狗。恶心。哎呀，我叫你扑浪啊！我扑浪扑浪。这个地，好嘛嘛。啥呀？好傻呀！跑啥的？往哪儿跑了？需要呢，你啥人呢？这一吃了吗？没中，这会儿吃了。吃了吗？原来这车啥时候去？他叫你来吃了。啊，我他妈的跑完大队，你把他省俩光。我走了是吧？我赶紧就是赶这边。倒一下，倒着，赶紧倒一下，倒着。对，是吧？坑了啊！你把马坑了吗？你别往地下，往地下不让拉。他叫你吃了，你把这吃了吧。中了，你把它吃了吧。这突然也中了，跳着，你跳着，没咋中啊？出局了，他一往，你就不吃了。他将来是打你，让你上老将改补。你认为老将没有用？没有。让你上了，你就没有办法。你跑局，老将我这里都不好。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了，还需要平静。走，你平静平，平静心情，平静心情，平静心情。你走哪了嘛？不中了，不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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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慌啊！不要慌，不要慌，不要忙。一句话两字还不中，太中了，中，中，中。老腿入啊！嗯，都前面慌了。好，搁那儿了，搁这儿了，我搁这住着了，住吃过了，打过了。
啊，那你那以前不分享是吧？是这意思吧？前面好像啊，现在现在赶紧走了不是？啊，你慢慢走，你那跑的彪啊！你那跑，哎呦，我给你翻车，我吃错了，你还事儿多啊，真是啊！爸爸，你跑还不去打他了？妈去打他了，出去了，跑打他个妈不住打啊！刚跑搁到那打妈不住打。这还得念他的跑呀，念他的妈呀！可以。他把我这个啊，你我打了，你把这车撤了，这不这不多着？空的要吧？啊，你一空都能拿到啊，公交也走。嗯。朝阳国，你。朝阳国，在这个局上，你记得长点好多。嗯，晚上不能上，扰乱民心。才不值现在，反正你，反正你往这儿跳是吧？往这儿跳，一都踩着了。这个表子嘛，现在跑不动，跑不跑？嗯，往这儿跳，踩着跑。行啊，这头目你说踩着跑走呗。嗯。你打啥都中，哎呦，又靠着这是大局了，不打你，是大局了，这是局打，我是在干你，打门了，打门了，打俩局吧，这些冰镖都不打了。他都公主了，他不愿意打。你啥想法？啥个知道？现实越捏多了，你越捏多好了，大爷。你参加去，那是个反差。哎呀，你老了，老了。对。想越捏多了，你。你过足头了，不一样，工作。我直接打的。病吃了又给你打炮，没办法。打炮。我那哥那天马棍子打炮了。他刚吃。吃他的马吧，呀，我记得我先弄马合适。
这绳子。这个住多少？站站管太鸡巴赖到地下了，太多了。不赶紧平不平？我都不赶紧平，他赖这站着了。圆的走，铜的走，就是吧？你仔细琢磨一下。小吗？小吗？干嘛挑的？有了，你看着死吧。啊？看着死吧。挑哪？挑这儿吧。哎，你挑哪回中挑的刀子了？挑这儿吧。你挑哪？叫他挑哪？现在没地，没地方。你跟他说叫他挑。非得往那挑。你没地方挑。往那挑，你往那挑，那刀俩局不刀子了？啊，就你只要往那挑。踢下了，嗯，被顶毛了，他们直死呢，直的是倒着的，看啥没？来弄一把。来弄一把，来吧，来来来，咱弄一把，叫弄准你，哎呀，你们叫弄准你一把来。